郑美玲虹膜验光师，相信大家在今天的过程中应该会有一些紧张啊、焦虑啊，因为老师荣盛老师呢要叫我们拍短视频，如果没做功课呢，必须要赶着做功课。那我今天呢就会分享这个光疗贴给大家，它是这样子圆圆小小粒的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Aeon。Aeon 呢，其实我们身上呢本身一出事呢就会有 Aeon 的，这个 Aeon 呢它是帮助我们有管理情自自己管理情绪，然后减压抗炎的功能。那相信有一些学员呢，他们都昨天我已经分一些给他们听。我呢会我最敏感的部位呢就是这个鼻子这里，从昨天呢到现在，其实我这边的能量会比较差的，然后鼻子会有塞，所以我会用这个贴纸在我最敏感的部位，那我就可以立刻分享我的感受给大家。它是这样子的，OK。然后呢，我就一张张，我就撕开它的贴纸，这样子，OK，我就撕开。然后呢，我就会贴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呢，因为是白天嘛，那不可能这样子跑出去外面的，就会让人家会觉得很好笑了。所以我呢，如果是有戴口罩，我会再戴口罩遮住，然后我的鼻子可以立刻的顺畅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我现在真的是感受到我的氧气呢。直接从我的鼻子进入，然后到我的喉咙，到我的心脏，到我的肚子，到我里面的全部的器官。然后同时呢，我那焦虑的心情，那焦虑恐惧心情呢，我慢慢的也会觉得很舒服了。啊，同你们呢，没有太贴过的话呢，我会帮你们贴在这个大椎穴这个颈项后面这个地方。OK，我这边有贴一张。那为什么我会贴在这里呢？是因为我们脊椎里面呢有三大神经系统，就是中枢神经系统、末梢神经系统跟自律神经系统。这三大神经系统呢，就好像我们树的一棵树根，那身上有365个穴位嘛。那这个树根呢，好了过后调理呢，它会去分到树枝，所以这个能量呢，它会这样子扩散、扩散、扩散。所以我们身上我们是有智慧的身体来的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钥匙。它帮你打开你的门，我们的门就是所谓的我说的这个穴位。我这样子解释会比较容易吧？我呢，其实我这样子说，我不是验光师，我不是中医师，我只是虹膜验光师跟自然疗法，研究自然疗法，所以这一些是我的心得。那如果还没有贴的，也想去感受一下这个能量，欢迎来找我，我帮你们亲手贴上。